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栋生存小屋，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呢？果然第一栋就是要盖这种方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爆，你先不要爆，我给你一些花好不好？你不要爆炸，你不要爆炸，你不要靠过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等一下。没想到可以跟他对话，看起来你像是从来没有见过女性的苦力怕。没想到对话真的能够解决问题。总而言之，各位，这次我好近，这次我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然后这个世界呢，可以让我跟怪物们对话，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那样。你看这个苦力怕娘多可爱啊，这个脸超可爱的啦，我的天啊，他还嘟嘴。而且我只要像这样子一直跟他对话下去的话，最后有可能提升他的好感度，让他可以跟着我一直走一直走。哇，多棒啊，后面跟着一只这么可爱的生物，不觉得就很爽吗？没错，今天我就是要来跟很多很多的怪物对话，来看看哪个怪物到底是我最喜欢的类型。哇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性癖展览大会哦，这个是秘密，大家不要说出去哈。虽然苦力怕也很可爱，不过我差不多该去看下一个生物了，所以就先离开它吧。哦，那接着就是骷髅，不晓得它会长什么样子。喂，哇塞，女性骷髅超漂亮的，我的天啊，怎么可以这么棒啊？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她叫苏在意哦，她是个骷髅弓箭手，而且她笑容也太可爱了吧，我的天啊！这帽子也超可爱的，这个腰跟肚子也是，刚刚的苦力怕应该可以算是有一种稚气的感觉，这次的骷髅应该可以说是清纯可爱的妹子的感觉吗？哦，哎呀，好棒哦，太可爱了。那接着我来看一下下一个妹子，蜘蛛，小心小心，会痛会痛。哦，蜘蛛会长什么样子呢？会不会超级多脚啊，全身都是毛之类的？喂。哇，好可爱哦，竟然是那种大小姐的属性吗？哦，这种就是那个被欺负的话就会开始哭起来，然后拜托不要不要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看很多啊。Mindy， 她的名字叫 Mindy 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发育果然跟刚刚的是有点不同啊。头上这个是蜘蛛的眼睛吗？而且她笑嘞，哦，她的表情好多，好可爱哦。接着就是洞穴蜘蛛。洞穴蜘蛛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跟刚刚的比起来，会不会更小只啊？会，哇，真的比较小只哎，好像他的妹妹的感觉哦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好棒哦！哦，这个表情啊，大家不要觉得我是怪人哦，我相信一定也有人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他叫 Cindy 是不是？很不愿意的告诉我他的名字啊。这个是傲娇对不对？太可爱了。蜘蛛的身高比较高，然后看起来很开朗的感觉啊。这只洞穴蜘蛛的话，就是比较阴沉的傲娇感吗？接着就是中介使者，我们来看一下中介使者哦。哇，安德会不会长超高啊？哇、哦，他比我多了两颗头的高度哎。究竟安德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我猜应该是发育超级良好的大姐姐。哦哦哦，好可爱哦，这才叫清纯吧？哦，他叫安德，这次安德是一个洗衣板，不过也很有市场的，我很懂。嗯，我也可以。然后他穿的是吊带袜哎。哦，然后害羞的表情长这样，太可爱了，太赞了，这个属性感觉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接着就是女巫，哇，究竟女巫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我现在有点期待哎。哦，女巫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大姐姐，对不对？嘿，有点重了，我怎么觉得？有点棒啊，哇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现在女巫看起来就是真的一个大姐姐的魔法师的感觉，我这次会被黄标啊，我要小心一点，而且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困扰的表情是长这样是不是？然后她问了我的名字，我是阿斯，她名字叫米周雷是不是？你好你好，太可爱了，这里是我家，欢迎住在我家好不好？我很欢迎你们，哇，太可爱了。接着就是僵尸，那僵尸会是什么样子啊？会不会臭臭的啊？全身腐烂都是缝线的那种感觉吗？会，哇，竟然是一个小萝莉，哎、欸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衣服还好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做一件新的啊？僵尸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的萝莉系耶，一定很有市场，大家喜欢刚刚的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先不要说那个了，这个表情是怎样？这表情也太可爱了吧！肚子饿了吗？是不是想吃春饼啊？你要几个春饼我都可以给你哦，爸爸买给你好不好？他叫鸭 A B 哦，鸭 A B 的嘴角一直流着口水。接着我来到了地狱，没错，这次我来找的就是你，凋零骷髅。凋零骷髅会不会跟刚刚的骷髅一样丰满啊？哦，我好期待哦！嘿，
哇哈哈、啊大大到不能再大，凋零骷髅又比刚刚普通的骷髅还要再更大一号，我是指身高，然后还有他的肚子，你没有看到那些曲线吗？太赞了吧！然后他有一种大姐姐的氛围，而且他的帽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哇，而且他是一个黑肉娘，看起来就是运动系的。哇 ，Lucy， 你笑起来真灿烂啊！哇，希望我今天这集录完之后，在各方面都还能够活下去。然后刚刚我跟他私下对话了一下，他告诉我了一件秘密，就是骷髅弓箭手他好像只会用弓的样子。那最后一个生物就是烈焰神，烈焰神妹子哦，烈焰神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很热情，然后很热情很热的女孩吗？很热的女孩，嘿，哇、哦！哇，这是老虎吧？他旁边还有一些那个薯条哎、欸，啊，他叫我滚，太凶了吧？哦，这么气干嘛？恋神是一个很急性子的妹子的感觉哦。刚刚那个鄙视的表情跟现在这个表情都不错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我们来谈谈他好了。咦、欸，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Blazete。是这样念吗？我也不清楚，而且他的鞋子看起来有个棒的啦。那我们刚刚就是看了超级多的怪物，不对，是妹子。你们能想象吗？平常我都是一个人在盖建筑，在玩生存，现在我整屋子都是女孩子哎。哦，哇哦！不晓得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妹子呢？可以在留言下方告诉我。那、啊、我自己的话呢，如果真的要我在这里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话，我应该会选骷髅吧。要是为什么的话，果然还是因为那一对超级雄伟的奶。下一支影片会出100日生成，我现在还在录音，都再来看看哦。然后跟大家说个秘密，其实女巫跟骷髅我选了超久，